按摩师傅在旁边帮你按摩你的手啊，按摩你的脚啊，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哦。然后再加上我们还有这个温热模式，也就是双重温热功能，在两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的腰腹部，然后跟腹部。所以呢，像女生有没有常常腰酸背痛，对不对？生理期来会腰酸吗？会。会。那你们会腰酸吗？对，站久了都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时候如果呢，我们的腰腹部有温热功能的话，可以帮大家舒缓很多。然后你们站久了、跳久了，脚底也会需要这个热敷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双重热敷功能，就在我们的腰腹部还有腹部。所以介绍了这么多，大家还记得？来考一下大家好了，我们电台白 Q 按摩椅，刚刚的代颖有介绍到，我们有业界首创，对不对？刚刚业界首创是几加几？七加三。那七的部分是属于什么肌？深层肌。哦，不是表层肌，是深层肌。然后三重的部分是什么系统？气压系统，没有错，就是气压系统。好，现在大家呢还在跟你一样有时差，所以呢，大家对我们待会呢下一台介绍就是重头戏了，大家一定要仔细听。当我每一次帮各位复习的时候，请大声的念。